听好，那些要争取上阵的同志们，是不能单靠喊话，我们需要的是靠实际的行动。对外，我们必须让各方看到马华的实力、诚意以及担当。对内，我们必须加强组织，做好组织工作，凝聚党员的力量，激活党员去增强动员能力。大家必须团结一致，枪口对外以及统一战线。各位，如果只是对外喊话来争取上阵，但对选区工作置之不理，放弃耕耘，那就算最后争取到上政权，努力也会付之东流，前功尽弃。因为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需要一个真正努力耕耘、为民请命的人民代议士。各位同志，培训及培育人才是每一个政党的重点工作与目标。我党是一个用才、爱才、识才的政党，只要你是效忠党国，并且拥有一颗服务社会的热心，党就会给你提供平台和机会，让你施展政治抱负和领导才华。至于那些有机会被圈定为候选的同志，你们都是党的希望以及前线工作者。我希望你们能够树立形象，充实自己，掌握时机，赢得民心。